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升级课堂。我们今天要学的是第二节风险评估程序信息来源及项目组内部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风险评估程序和信息来源。那什么是风险评估程序呢？它是指注册会计师为了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的重大错误风险涉及而实施的审计程序。那从这个表述当中就可以看出来，风险评估程序它说到底就是一种审计程序。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那风险评估程序当中主要使用四大程序：询问、分析、检查和观察，用这四大兵器哈。那我们今年的教材呢，又提到一点，注册会计师在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时，可以使用自动化的工具和技术。这潜含的意思就是要与时俱进，能用大数据审计你就用大数据审计啊，能用人工智能你就用人工智能，如对大批量的数据进行自动化的分析，你看这是大数据审计，对吧？使用远程观察的工具，如无人机去观察或检查资产。啊，我现在要检查资产，我放个无人机过去，行不行？可以呀，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哈。接着我们要注意一点，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当中应当实施上述的风险评估程序，但是在了解被审单位及其环境、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和内部控制体系等各要素的每一方面，无需实施上述所有的程序。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是一定要做风险评估程序的，对不对？那我们要对被审应单位做方方面面的了解，是不是每一方面、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必须要把上面的程序全部做一遍呢？无需全部做一遍啊，这是两码事啊。我们要求一定要实施风险评估程序，要用到这四个，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如我在了解内控的时候往往用不上分析程序啊，那我在了解被审计单位他们到底有多少存货的时候，可能我就会用询问啊、分析啊、观察呀、检查，我会四个都用到。但是了解内控的时候分析程序用不到的。好，那这里要特别注意，我们审计当中的句型应当但并非每一方面都实施所有，那意思就是我们应当做，但并不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具体的点都要用到。好，下面呢，我们来玩文字游戏，一错一混，精准辨析哈。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说过，我们的风险评估程序当中会用到询问、观察、检查和分析，但是我们其中的了解内控的时候，它用的是询问、观察、检查和穿行测试，注意它没有分析程序的。那这里穿行测试它是一个组合拳，是好几个程序的一个叠加款啊。那接着是我们控测试当中是有一个重新执行，还有呢实行程序当中有函证重新计算。从这就看到我们的询问、观察和检查在这三大类总体的程序当中都会出现，它是一个万金油的程序，但是其他的程序就不一定了。好，这里要注意前后连接啊。那接着呢，我们再给大家说明一下，你看我们的风险评估程序会用到询问、分析、观察、检查四大程序，然后我们的进一步审计程序会涉及到控测试和实行程序，然后我们进一步审计程序按方案的角度来分，又分为综合性方案和实行方案。那除了我们的进一步审计程序外，还有其他的审计程序会涉及到什么呢？有舞弊啦、持续经营啦、法律法规啦、关联方啊、环境事项、电子商务等等。好，这些内容呢都是我们对刚才讲过的审计程序的一个补充，因为我们的风险评估程序用到的是这四点，然后我们把其他地方用到的一些程序都给大家链接一下。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风险评估程序有什么样的要求。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结论，我们在做风险评估程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不带任何的倾向性。注册会计师在设计和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时，不应当偏向于获取佐证性的审计证据，也不应当排斥相矛盾的审计证据。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你在做风险评估程序的时候，一定不要带着自己很浓厚的主观的色彩，要不带任何的倾向性啊，不要有意识的去偷懒啊，对一些互相矛盾的审计证据，我有意识的排斥它。为什么？因为我们准则明确规定，一旦获取了这种互相矛盾的审计证据，必须要追加实施审计程序，对吧？哦，这对我来说要加大我的工作量呀，我嫌麻烦呀，所以这种相互矛盾我就有意识当没看见，这样行不行？不行。
啊，我也不能去获取那种佐证性的审计证据，我的目的就是获取这样的证据。这其实都是带着什么？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了解备审单位。我们再看前两年一部非常火爆的电影《哪吒》，大家还记得吗？在《哪吒》电影当中说了这么一句话：“人们的偏见就像一座大山一样的难以逾越，对吧？”如果我们在审计的时候，我们在实施风险评估程序的时候，也是戴着有色眼镜，也是带着偏见来看备审单位的话，那往往获得的信息不是特别客观的，一定是有失偏颇的。这对我们后期应对风险，然后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以及达成我们的审计目标都是不利的。好，下面呢，我们来看解读为什么应不带倾向性的设计和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呢？不带倾向性的设计和实施风险评估程序，以获取支持重大错误风险识别和评估的审计证据，可以帮助注册会计师识别潜在的相矛盾的信息。注意，你如果对这种互相矛盾的信息，你把它排斥掉了，有意识的，哎呀，我都当没看见，哼，你是偷懒了，你是少做程序了，但是很可能你的审计风险会超标的，审计质量是无法保证的。进而帮助注册会计师在识别和评估重大错误风险时保持职业怀疑。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解读：注册会计师保持职业怀疑可能包括哪些方面呢？注意啊，这都是我们今年新修订的风险评估准则当中的内容，对这些内容都要多关注的啊。第一，质疑相矛盾的信息以及文件的可靠性。我们前面说过。对于这种矛盾的审计证据，我们一定要保持职业怀疑，一定要实施最佳的审计程序，验证下看看到底谁对谁错，对吧？第二，考虑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询问的答复，以及从管理层、治理层获取的其他方面的信息。哎，我们要考虑一下，管理层和治理层他给我们的信息，以及我们和备审单位其他方面获取的信息是否是一致的，有没有矛盾点？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现在拿到备审单位他的财务报表，发现他的收入这个数字非常漂亮，比去年增长了20%，增幅算是蛮大的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的经济是下滑的，经济压力特别大。就在这几年疫情期间，倒了一大批的中小企业，还有很多很多的个体户，对吧？而这家单位却能够一枝独秀。却能够不降反升，因此我们心里多少有点嘀咕，对吧？于是我们和他们的治理层、管理层就坐在一起会谈，我们就问：哦，你们去年和今年共销2万，看来我们生产以及市场的形势是一片大好。然后他的管理层和治理层说：啊，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的员工天天都在加班加点，因为市场对我们的需求特别大。虽然说咱们中国整体的经济环境不太好。但是疫情对我们单位没什么影响，我们还是保持这种共销2万的这种势头。好，这是管理层和治理层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他的意思就是，他这个财务报表数据是没问题的，上升20%是没问题的。而我们在了解备审单位这些环境等方面情况的时候，我们肯定要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面的了解呀。我们不可能光跟管理层和治理层座谈，对不对？我们也会深入到一线啊，去跟一些工人啊，然后。去跟一些管理其他的中层啊聊天。假如说我们来到了一线，和我们销售人员、和我们车间的工人聊天的时候，然后销售人员说：“哎呀，别提了，这两年真的很惨啊，我的房贷我都快还不上了。原来我还完房贷绰绰有余。”哎，你听他这么一说，你问你们这两年的销售情况不是非常好吗？市场情况不是很好吗？他哪里有呀？我们这两年的。销售比起以前打了对折都不止啊！好，你看，这时候就出现了矛盾的信息，对吗？管理层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他们的势头特别的好，然后呢，市场前景一片大好，共销2万，而我们的一线的销售人员却提到业绩很差，对吧？他连房贷都还不上，都快还不上了。那么一旦出现这种矛盾的信息，我们是不是要以这个矛盾的信息为切入点？去深入的查，看看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对吧？我们也不能说这个管理层他一定说的就不对呀，也不能说这个员工说的一定对呀，我们一定要验证以后再下结论。
好，这是第二点。接着第三，对可能表明存在由舞弊或错误导致错报的情况保持警觉。对哪些可能是高危区，哪些是风险点，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为什么呀？别忘了我们的初心，我们的初心就是来查找你的报表当中有哪些错误，有哪些问题，我们要一一的查出来。第四，根据被审单位的性质和具体的情况，考虑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支持注册会计师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我们前面说了，我们了解被审单位要了解到什么程度呢？一定是能够覆盖风险，能够帮助我们达成目标，对吧？所以你一定要根据你了解被审单位他的情况来看，我们了解有没有到位。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风险评估程序当中做的具体的程序。首先做的第一个程序就是询问，询问首当其冲的哈。那我们询问的时候呢，需要询问被审单位管理层以及内部的其他适合人员。这里询问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询问的全面一点，询问的面广一些。那我们来看问哪些人呢？第一个问治理层，从上到下都问一遍哈。那我们问治理层是为了获取什么信息呢？获取对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的监督程度这块的信息，因为治理层他的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监督的，所以我们和他聊聊天，问问他们就可以获取这方面的信息。接着第二块我们要问管理层，那管理层问的是最多的哈。那从管理层呢可以得到什么信息呢？他整体的经营情况呀，他的战略目标呀，竞争对手的情况呀，客户呀，供应商啊，公司的结构啊，其他重要变化等等。好，往往从管理层这里获知的信息是最多的，但是我们问完了绝对不能直接相信，我们一定要互相验证。那接着我们要问负责财务报告的相关人员，从他们呢得到什么信息呢？哎，得到被审单位他的财务状况如何呀，经营成果呀，现金流量以及重大会计问题等等。我们还要问负责深层处理和记录复杂以及异常交易的员工。我们对这类员工也要问一问，为什么呀？我们问这类员工，可能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评价被审计单位选择和运用某项会计政策，它是否恰当？因为他是负责生成、负责处理、负责记录的，对吧？那么他对此了解是比较深入的，所以我们跟他聊一聊，跟他沟通一下，那便于我们做一个评价。接着呢，我们问一下内部审计人员。那问内审员是为了什么呢？是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和它的内控体系。好，接着我们还可以问内部的法律顾问。问法律顾问主要是了解有关诉讼呀、遵守法律法规呀，还有影响被审计单位的舞弊呀、舞弊嫌疑、产品的保证、售后责任等方面的信息。这是我们内部的法律顾问，我们可以获得这些信息。我们接着可以问营销人员。好，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对吧？我们管理层说的话和营销人员说的话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情况，那我们对此就要保持警觉。那问营销人员可以获知哪些信息呢？了解被审计单位营销的策略以及它的变化、销售的趋势以及和客户的合同安排等等，主要是了解营销相关的一些信息哈。那接着我们还可以问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和人员，对这块我们可以了解什么呢？我们可以了解影响财务报告的经营和监管的风险，看看他面临什么样的经营风险，他面临什么样的监管风险。那我们对此了解完以后，我们就要想想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财务报表。最后，我们还可以问问什么呢？信息技术人员可能有助于注册会计师了解系统的变更啊、系统或控制失效的情况，或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其他风险。看到了吗？我们在询问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九方面的人员，也就是。把被审单位从上到下，你看从治理层到管理层，到我们负责财务报告的人员，往往都是我们的财务总监呀、财务经理呀这类人员，一直的到我们负责处理异常复杂交易的这种员工，还有到其他的各个部门。你看，我们从上到下全部都问一遍，为什么要问这么多人？就是为了全面的了解被审计单位他各个方面的信息。哈，这有点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么相亲的男女往往都要互相打听对方的情况，对吧？他的家世、他的人品、他的性格。那我打听的时候肯定也不会向一个人打听，往往都是问他的街坊四邻，问他认识的朋友啊、亲戚啊，对吧？甚至是给他打过一两次交道的人。假如说他问到他的邻居，问，哎，小张这个小伙子怎么样呀？然后他邻居说，哎，不要提了，小张那个小伙子脾气特别暴躁，经常在家里发火。哦，你看。
这是不是得到了小张关于性格方面的信息啊，对吧？好，接着呢，我们到这个市场上，又向其他人打听，啊，你认识小张吗？你觉得小张这个人怎么样？啊，别提了，小张的人不行。每次到我们市场来买东西，总是买一些东西，还要另外让我们必须要送点东西，要不然他就会偷偷摸摸顺走一些东西。我们觉得这个人品很差。你看，这是不是又了解了一些信息？当我们打听的越多，了解的信息一定是越全面的，这样就可以勾画出一幅比较立体的图像。同样，我们在了解被使用单位及其环境等方面情况的时候，我们也尽可能要问多一点的人，要了解的更全、更详细一些，这样对我们后续的工作才会更有帮助哈。那接着我们来看咬文嚼字，入木三分。第一，为什么对各个层级的人都要去了解信息？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我刚刚解释过哈。我们问的人越多，了解的越多，这样的话我们获知的信息越全面、越立体啊，对我们后续的工作越有帮助。第二，对不同层级的人询问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你看，我们对不同层级的人，然后不同岗位的人问的都不一样，问的都是他的职责范围内他可以获知的信息，对吧？然后第三，不同层级的人得到的信息是否会一致？如果不一致，应该怎么处理？大家说不同层次的人得到的信息会不会完全一致？不一定会完全一致，有可能会出现矛盾的情况，对吧？那么一旦出现矛盾的情况，就需要我们注册会计师来验证，看看谁说的对，谁说的错，哪里有问题。那有问题的地方，往往可能就是我们进一步工作的切入点，往往就是我们后期审计的重点。好，接着我们来看我们做第二个程序。我们刚才说完了第一个程序询问，那我们第二个程序就是实施分析程序。分析程序实际上就像我们的大脑一样的，我们把看到的、听到的，然后想到的，全部在我们大脑里要做一个综合，要做汇总，要做分析。下面呢，我们来看定义。分析程序它是指注册会计师通过研究不同的财务数据之间，以及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财务信息做出评价。那么这个定义实际上在我们第三章讲分析程序的时候也说过哈。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分析程序在我们风险评估程序当中会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我们实施分析程序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识别不一致的情形。注意，我们对这些不一致的情形，我们把它圈出来；异常的交易或事项，我们把它圈出来；以及可能对我们审计产生影响的金额、比率和趋势，我们都把它识别出来。好，识别出的异常或未预计到的关系，可能帮助注册会计师识别重大错误风险，特别是舞弊导致的重大错误风险。你看我前面举的例子，我们一分析被审计单位，它的收入的数据竟然能够上升20%，这和我们疫情影响的经济大环境是完全不符的，对不对？由于它是一枝独秀。由于它和我们经济大环境是不符的，那我们对此就要保持职业怀疑。我们就觉得你的数据为什么会这么漂亮呢？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一定要重点审一下，一定要重点验证一下。第二，注册会计师将分析程序用作风险评估程序，识别注册会计师未注意到的被审计单位某些方面的情况，或了解固有风险因素如何影响相关的认定。啊，这里面就讲到。我们在全面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时候，我们不能光问，我们也不能光看，对吧？我们一定是把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汇总到我们的大脑来，我们来对比，我们来汇总，我们来比较，看看哪些地方是异常的。因为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种反常的地方，这种异常的地方，往往就是我们要切入的点。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实施分析程序的结果可能大体上初步显示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那么这里面提到，我们对那些异常的、对有问题的点，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圈出来之后，往往这就是后期的风险点。我们不能说它是绝对的，对吧？但是我们至少先把这些有问题的地方一个一个的圈出来了。圈出来之后，我们后期的工作才更有针对性。我不能说它100%一定有问题。但是它有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好，这是我们做分析程序的作用。
那接着我们来看，我们具体如何实施。注册会计师将分析程序用作风险评估程序时，可以第一，同时使用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如分析销售额、卖场的面积，已出售销售产品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有使用高度汇总的数据。那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做分析程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财务数据和财务数据之间分析，也可以用我们的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之间分析，就看他们之间内在的这种关系有没有异常，有没有问题。你看，我们现在分析销售额和卖场的面积，它们之间的关系。它的销售额突然增长了50%，而卖场的面积却没有增加，然后它的价格还降价了。为什么？因为和竞争对手打价格战。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你这中间可能有问题啊！你凭什么单价下降的情况之下，然后卖场面积没有增加的情况之下，你最终的销售额还能够增加50%呢？这不太正常，对不对？很可能会存在舞弊，很可能会存在造假。你看，就这样，我们把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啊，看看他们的关系是否是正常的。如果有综合异常的信息，我们就把它一个一个的圈出来。然后第二点，他说的是使用高度汇总的数据，因为我们现在是做风险评估，那风险评估其实就类似于用大数据来进行识别。因为什么叫大数据？也就是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然后来源比较广，整体的量比较大的这种数据，对吧？数据越多越全，往往我们分析的结果也会越准确。所以在我们第一阶段，我们一定要用尽量多的这样的数据来做分析。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程序，观察和检查。那观察和检查程序可以支持对管理层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询问结果，并可以提供有关被审单位及其环境等方面情况的信息。那我们准则明确规定，应当实施下列的观察和检查程序。这里注意记一下啊，哪些方面要做？第一，观察被审单位的经营活动。我们要看一下它实际是怎么经营的啊。如它是销售冰箱的，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在哪些渠道销售，有多少是通过网上商城，有多少是通过实际的卖场。然后第二，检查内部的文件记录和内控手册。那我们要检查一下它内部的一些相关的文件资料，如什么合同啦，如发票啦，如出库单啦，还有它内控的手册等等。第三，阅读由管理层和治理层编制的报告，如果他们有自己内部评价的报告，那我们拿过来看一看，读一读，看看他们对自己是怎么评价的，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有问题。那对那有问题的地方，我们要重点关注。接着第四，实地查看被审单位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厂房的设备，那这点也非常重要。如果说被审单位他的财务报表的收入数据特别漂亮，比上年还增加了20%，你看疫情影响这么大，它没有受到一点负面的影响，它反而逆势上扬，对吧？那这是我们从它的财务数据当上得到的信息。它的财务数据给我们信息就是它的生产经营各方面都非常好，对吗？而我们现在就要实地去查看它的生产经营的场所、它的厂房设备。结果我们到它生产经营场所一看，根本就是门可罗雀，冷冷清清。甚至它的厂房、它的设备，我们一看，一些机器都落了厚厚的一层灰，说明什么？说明很久都没有开工了。那这样是不是相互矛盾的信息啊？那对于这种矛盾的点，我们就一定要高度关注。往往这都是风险点，往往这意味着什么？被审到单位，它是账面的繁荣；被审单位，它这个收入数字是有问题的，是有水分的，很可能是造假了的。好，接着第五，追踪交易在财务报告新系统当中的处理过程。那么我们追踪交易在财务报告当中处理过程，这其实做的就是穿行测试。也就是我们对他这笔交易一共穿越了几个节点，我们都一一的过一遍。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穿行测试。穿行测试呢，它是指注册会计师了解被审单位业务流程以及相关控制时经常使用的审计程序。注意啊，这是了解的时候用的程序。我前面也给大家大致贯过而已，穿行测试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程序，因为我们一共有七大程序，也就是七大兵器。
当中有没有穿行测试啊？同学们肯定说没有，对吧？那穿行测试怎么回事？注意，穿行测试它实际上是一个组合拳，而是询问啊、观察、检查组合在一起的。下面呢，我们来详细看一下。那通过追踪某笔或某几笔交易在业务流程当中如何生成的？好，第一个环节我看它怎么生成的，然后接着我看它怎么记录的，第三我看它怎么处理的，最后怎么报告的，以及相关控制如何执行。你看它有四个节点，生成、记录、处理和报告。那我注册会计师就把这四个节点一一过一遍。那注册会计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确定被审计单位它的交易流程和相关控制是否与之前通过其他程序所获得的了解一致，并确定相关控制是否得到执行。那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看他们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是这一项控制活动一共有四个节点。好，这是他的内控手册当中写到的，对吧？那你内控手册是这样写的，我要看一下你实际是不是这么执行的。而如果我来过一遍，我发现你的内控手册一共写了四个节点，但是我来过的时候发现少了两个节点，只有两个节点，说明什么？说明你们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两张皮的情况，对吧？说一套做一套呀。你在内控手册里写的特别的完美，写的特别的好，但实际落地呢一塌糊涂，竟然少了一半的节点，对不对？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内控是有问题呀，并没有得到执行呀。好，这就是穿行测试。那我们通过这种穿行测试的方式，注册会计师自己来对各个节点过一遍的方式，来了解被审计单位它的业务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它的控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咱们刚才呢讲完了我们做询问、观察和检查相关的程序，如我们对被审计单位从上到下的人员，我们都跟他聊聊天，都和他打听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去观察他的生产的现场、他的车间，然后我们去检查他内控的手册呀，去阅读一些他的报告呀等等。那做完这之后呢，我们还可能做其他的审计程序。好，除了采用上述的程序从被审计单位内部获取信息以外，如果根据职业判断认为从被审计单位外部获取的信息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识别重大错风险，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其他的审计程序以获取这些信息。那这个其他的审计程序主要立足于外部，我们刚才的询问、观察、检查其实都在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打转，对吧？你看我从上到下问了他，是他内部的人，他的智力层、他的管理层、他的内审人员、他的法律顾问、他的营销人员等等，都是问了他内部的人。然后我们观察他的生产经营的现场，然后看他的内控手册，做穿行测试，都是在他内部打转。那内部打转这时候获取的信息仅仅是来自内部的，有可能会给我们演戏，有可能会存在造假的成分。那这时候呢，我们要从外部再获取信息，看看他们能不能相互验证。因为真实的事情它有很强的靶向性，这是我们做审计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我们要知道真实的事情它一定有很强的靶向性，也就是无论从内部获取的还是外部获取的还是其他来源获取的，它一定都是指向相同的，因为它是真实的。如果它是造假的，那很可能就会出现不同的情形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获取。第一，直接或间接从特定的外部机构获取，如我们从监管机构获取一些他们被监管的相关的信息啊，获取被审计单位的公开信息，如我们上网去查他的一些公开的信息，如被审计单位他发布的新闻稿，然后分析师或投资者会议的材料。你看有些分析师会对各个行业、会对各个单位做一些分析，尤其是上市公司，那我们的那些公募的基金啦，我们的私募机构啦，他经常会发表一些分析性的文章，我们也可以获取了解他一些被审单位的实际的情况，然后分析师的报告或者交易活动有关的信息。好，这是第一点。接着第二，询问被审单位聘请的外部的法律顾问、专业的评估师、投资顾问和财务顾问等等。我们除了问你单位内部的人，我们也可以问外部的人。我们问一下你的外部法律顾问啊，这家单位的具体情况是什么？他有没有哪些官司？现在有没有什么诉讼，对吧？我们也可以问一下评估师啊，假如说你给这家单位提供过资产评估服务，你对这家单位哪些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我们问一下投资顾问，
你觉得这家单位有投资潜力吗？你对此是怎么看的？你们愿意加大投资还是收回投资，对吧？以及问财务顾问。你看我问的人越多，然后这个渠道越广的话，了解的信息越全面，越有利于我们评估重大错风险。那接着是注意的事项啊，不论内部和外部信息的来源如何，注册会计师都需要考虑用作审计证据的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这里要注意一下。不管我们从哪个来源获取信息，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能不能听风就是雨，能不能别人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注意绝对不可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这是做审计的一个最基本的职业习惯。就是从各种渠道获取的任何的数据、信息和资料，我们一定要验证它有没有问题，绝对不能拿来就用，绝对不能做拿来主义，不能做偷懒主义，要注意啊。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其他信息来源。好，其他信息来源主要有两类，第一个就是在客户接受或保持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和他打交道，因为我们为备审单位提供审计服务，对不对？那我们肯定要获知一些信息啊。我们来详细看一下，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在客户接受和保持过程中获取的信息是否与识别重大错风险相关。我们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是不是有助于我们做风险识别和评估？对新的审计业务，注册会计师应在业务承接阶段对备审单位及其环境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以确定是否承接该业务。好，这说的是，如果是首次接受委托，那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签约之前，我们要互相初步了解一下，我要大概要感知一下这家单位业务风险大还是不大，我能不能 hold 得住，我能不能承接？那接着对连续审计业务，也应在每年续约的过程当中，对上年的审计做总体的评价。并更新对备审单位了解和风险评估的结果，以确定是否续约。那么这一点也说明，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一定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备审单位，绝对不能死板教条，不能一成不变。他去年是非常诚信的，他去年管得非常好，并不意味着今年就一定没问题。也许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换了高管，然后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举个例子啊。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情，真的也蛮糟心的。他呢在2年半前买的新房，然后这个新房呢是一家口碑原来口碑很不错的一家企业，然后2年多这个新房终于交房了，对吗？但是交房以后呢，就意味着糟心的开始。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是精装修的房子，交房的时候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这个那个楼梯不是铺的有瓷砖吗？然后高低不平，然后房间内那个地板砖也是有的地方踩上去有噗呲噗呲的响，还有那个洗澡间它不是精装修的吗？按道理来说，洗澡间它都要做一定的坡度，这样的水的话就能顺利的流进下水道，对吧？但是他们那个坡度没有，然后一放水，全部都积水积到那里，必须要自己再把那水一点点扫进去。啊，就出现这种问题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呢，几百个业主就联合起来维权。这位朋友就给我感慨说，这家企业原来的口碑是非常好的呀，那在我们这开发了这么多楼盘，真的没出现过这个问题，怎么今年交房的2个楼盘都是这家企业的啊？竟然都出现了大量的维权。我就说，那这些企业也是会变的呀，对吧？它也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呀。他以前口碑非常好，以前的品质特别的好，不代表他现在的品质一定好呀，是吧？同样，我们做审计也是这样，我们千万不要觉得他过去非常的诚信，他过去管理的非常规范，今年一定是诚信，一定是规范的。我们一定要立足现在，活在当下，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客观的评价他。好，接着提供其他服务当中获取的信息。注册会计师还应当考虑向备审单位提供的其他服务所获得的经验是否有助于识别重大错误风险。我有可能给他提供了什么审阅的业务，我有可能为他领导做经济责任的审计，有可能我给他做了什么专项资金的审计，也有可能我为他做了尽职调查。
那我为他做的其他的服务，我也要跟他接触，也会了解到他方方面面的信息，对吧？哎，这些信息都能拿来为我所用，都能帮助我们来识别和评估重大错误风险。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真题，2016年的真题，下列各项程序当中，通常用作风险评估程序的有，同学们看看这些兵器哪些用于风险评估程序呢？A. 检查用吗？肯定用呀。检官巡这三个是万金油程序，对吧？分析程序用吗？用。重新执行用吗？注意这个不用。观察用吗？对的，一定要记住，我们重新执行啊，是一个品德特别高尚的程序。它非常的专一，从来都不花心，它就专一在控制测试当中，其他的程序从来不会出现，它不会像我们的检官巡、检查、观察和询问一样，万金油哪里都有他们的身影啊，这要注意。所以这道题正确的是 A、B、D，重新执行仅用于控制测试。那接着呢，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各类审计程序的应用情形，注意要链接一下。我们当时给大家说，我们要分三层来进行记忆，第一层检官巡、万金油。第二层函证重新计算，用于实行程序，仅用于实行程序。第三层重新执行和分析互补的，重新执行仅用于控测试，而分析程序呢是不用于控测试。注意啊，三层来记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项目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项目组讨论的必要性。项目组内部的讨论在所有业务阶段都非常必要，可以保证所有事项得到恰当的考虑。这里注意啊。这又是一个所有阶段都需要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初期的阶段来讨论讨论，来有问题我们提出来，我们做个头脑风暴。到完成阶段，哎呦，算了算了，太忙了，赶紧赶紧，不赶紧把我们的工作手上的工作结一结，别讨论，哪有那么多时间呀？注意，不对啊，所有阶段都特别的必要。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在所有阶段都要做项目组讨论呢？为什么在所有阶段它是非常必要的呢？因为我们项目组的成员往往是分工合作的，对吧？协同完成我们的设计项目，各负责一块，有可能会出现链条中断、线索不全的情形。为了保证全面识别重点审计的领域，正确评估风险，因此需要互相风险见解、交流信息，以保证所有事项得到了恰当的考虑、恰当的应对，这是关键。因为我们是团队作战，不是单打独斗，对不对？那单打独斗，所有信息都在我脑子里。就算所有信息都在我脑子里，我还经常坐下来好好的回顾一下，哎呦，看看我最近有没有什么遗漏的信息，对吧？何况是整个项目组团队合作呢，个人各负责一块儿呢，对吧？那各负责一块儿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什么？我只关注我自己的，那也很可能有一些重大的事项就被遗漏了，有一些重大事项就没有得到恰当的识别和应对，所以我们的项目组讨论在所有阶段都是很必要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其他关键成员应当讨论备审单位财务报表易于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根据备审单位的具体情况运用适当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好，这里首先要注意，谁参加讨论？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的关键成员一定要参加讨论的。那么这里明确应当讨论，应当讨论什么呢？接着我们看，你要讨论哪些地方容易发生重大错报。大家想想，我们现在什么阶段呀？我们是风险评估阶段。风险评估阶段不就是为了圈出这个报表当中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吗？哪些地方是高危区域吗？对吧？所以我们要讨论，看看哪些地方有问题呀？大家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讨论。还有呢，我们如何根据备审单位具体情况运用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它这个报告基数，它这个地基对不对？不要我们做了半天发现它地基不对。那我们不是做无用功了吗？好，这是第一点要求。第二点，考虑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当中的披露要求，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工作的早期识别可能存在的与披露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注意他用的是什么报告基础，是企业会计准则、小企业还是什么会计制度，对吧？那你看不同的报告基础，它的披露要求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在我们后续的工作当中，我们就有针对性去关注，看看它的披露方面有没有问题。当然，在我们实务当中，就目前我们审计来看啊，大部分用的企业会计准则居多。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项目合伙人应当确定向未参与讨论的项目组成员通报哪些事项。这里要注意，谁来通报呢？项目合伙人来通报。
是不是我们项目经理呢？最不是。是不是我们项目组的成员呢？不是。是不是我们开这个项目讨论会的时候那个季度的人员呢？注意，不是，一定是项目合伙人。这点要注意啊，明确主体就是我们项目合伙人，应当由他来确定向这种未参与讨论的项目组成员通报哪些内容。那为什么我们准则规定的这么细，必须要求是项目合伙人来确定通报哪些事项呢？因为很简单，你看我们的审计报告最终签字的时候有两个人，上面是我们合伙人，下面一般是项目经理，两个人，项目合伙人是第一责任人。好，他是对整个项目负责的，他肩上担子最重的，并且他一般都是资历比较深，经验比较丰富的人。由于他对这个项目整体负责，他又是资历比较深，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所以他来决定通报哪些事项才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让我们那个记录人员来通报的话，很可能他就念个流水账啊，你注意啊，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讨论了五个事项，然后这五个事项分别什么什么啊，我告诉你了啊，你自己看着办，对吧？他根本没有什么轻重缓急，没有重点主次之分。但是项目合伙人不是这样的，他要立足我们整个项目整体，看哪些地方是重点领域，哪些地方这个项目组成员他应该怎么关注，他应该怎么处理，那么他在和他沟通的时候，通报的时候，他都会一一交代到，这样才会比较有效果。所以这是我们准则为什么明确规定必须是项目合伙人他来进行确定啊，他来确定应该通报什么内容。好，下面呢我们首先看第一点，讨论的目的。那讨论的目的内容特别多啊，不需要大家把它记下来，但是要熟读，混个眼熟，然后如果出现多选题的时候能选出来就行啊。那第一，使经验丰富的项目组成员有机会分享其根据备审单位了解形成的见解，共享信息有助于增进所有项目组成员对项目的了解。那我们为什么要开会，为什么要讨论，不就是共享信息吗？不就是互相分享见解吗？这样让我们了解的备审单位的情况会越来越全面，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自己那一方面。第二，使项目组成员能够讨论备审单位面临的经营风险，固有风险因素如何影响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易发生错报的可能性，以及财务报表易于发生舞弊和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方式和领域。那我们在风险评估阶段，我们重点要讨论这家单位很可能在哪些地方会出现错报啊，哪些地方有可能会舞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接着第三，帮助项目组成员更好地了解在各自负责的领域潜在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并了解各自实施的审计程序的结果可能如何影响审计的其他方面，包括对确定的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排和范围的影响。特别是讨论可以帮助项目组成员基于各自对备审单位的性质和情况的了解，进一步考虑相矛盾的信息。好，这里面就给大家说明，由于我们在做审计项目的时候，往往都是每个人各负责一块，对吧？那我们在各负责一块的时候，我能不能只孤立于我自己那一块，我各扫门前雪就行了？注意，不能。因为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财务报表他们之间都是什么，都是有勾稽关系的，都是互相影响的。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也同样要用这种全局的思维、系统的思维，我们就要考虑会对我们其他的方面会产生什么样影响，会对我们后续的工作产生什么样影响，我们一定要考虑的全面一点、严谨一点。这也和我以前一直讲的相吻合了哈。做审计特别锻炼我们思考能力，会让我们的思考非常的全面、非常的严谨，有广度、有深度，也有高度。好，第四，为项组成员交流和分享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可能影响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结果或应对这些风险审计程序的新信息提供基础。哎，你看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项目组的小张他说到一个事儿，哎，我今天去销售部和那个销售部他们的去年的销冠小王聊天的时候，小王说他的奖金然后去年几乎一点都没有拿上，几乎都没有年终奖，然后特别的惨，连房贷都快还不上了。好，这是我们一个项目组人提到的信息，对吧？而另外一个成员小赵就说，哎，不对呀，你看我在跟他们总经理聊天的时候，总经理说他们销售业绩特别的好呀，他们今年销售的这个量以及我们最后带来的收入是去年的2倍呀。你看
这样的话，是不是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情况呀？我们在互相讨论的时候，你分享一点信息，他分享一点信息，就会发现什么？有可能这种矛盾的信息，我们就能够识别出来。如果你只关注你自己那块，不和其他人交流的话，有可能就无法发现这些隐藏的有问题的点。好，这是我们的第四点。然后我们对这四点内容怎么记呢？我给大家把关键词稍微提炼了一下。那这块内容大家一定要多读一下，因为我们今年关于项目组讨论这块内容，它的一个考试的一个等级啊，是提了一级的，所以同学们要重视，对这块内容一定要多看一下，不需要死记硬背啊，要多看。第一，分享见解；第二，共享信息；第三，讨论可能性；第四，考虑影响，为新信息提供基础。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块讨论内容。那我们项目组到底讨论什么呢？这里注意一个结论：讨论内容和范围受项目成员的职位、经验和所需要信息的影响。对于具体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教材的表7-1，熟读应对主观题。如果主观题当时出现了，能够应对就行，不需要死记硬背，把它看熟了，把自己带入进去。你要想，哎呦，我现在就在现场和其他人讨论，我应该怎么讨论？我应该怎么听别人的信息？然后我应该怎么想？我后续的工作怎么做？好，这是我们第二块讨论内容。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块，参与讨论的人员。那参与讨论人员这一块一定要注意，这块容易考客观题啊，三颗星必备笔记。总体的原则，运用职业判断确定哪些人员参与，还有参与讨论的人的范围、受项目组成员的职责经验和信息需要的影响。这里要注意一点，项目组的关键成员一定要参与，看应当参与，非所有人员啊，不是说我们项目组的所有人都来来来，我们都在一起开会，不是这样的。往往我们项目组里的影帝影后他就不参加了。我在前面讲过，什么叫影帝影后，都是我们的实习人员小白，他主要负责一些打杂的工作，复印资料，所以戏称为影帝影后啊。那像影帝影后这样不重要的人，往往就不参与了，都是关键的成员参与，这要注意啊，非所有人员。第二，新技术或其他特殊技能的专家，这种呢可根据需要参加，并不是必须参加，这要注意啊，不是说我们的专家就必须参加，是根据需要来的。例如，跨地区审计当中重要区域项目的项目组的关键成员应该参加讨论，但不要求所有人员每次都参加讨论。好，这是我们要关注点。这些地方因为看着特别的像，就容易考客观题，因为我们客观题经常就是这样抠字眼的。那接着我们来看第四方面，讨论的时间和方式。那我们应该什么时间讨论呢？项目组应当根据审计的具体情况，在整个审计过程中持续交换有关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可能性的信息。这就强调，我们什么时候认为需要开会讨论，你就可以随时的召开。你根据你实际的情况来，在所有阶段都可以讨论。项目组还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讨论其他重要的事项。那么这里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觉得我们只是风险评估阶段才讨论，风险应对阶段就不用讨论了，完成报告阶段就不用讨论了。错误，你根据实际的情况，什么时候需要你就什么时候讨论。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方式。项目组在讨论时，应当强调在整个审计过程中保持职业怀疑、警惕可能发生重大错报的迹象，并对这些迹象进行严格的追踪。那么这里又再次强调，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敲警钟，一定要保持好内心那根弦，那根弦就是职业怀疑。要为我们整个项目组的成员都灌输一种理念。职业怀疑极其的重要。如果你们在审计过程当中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千万不要随意的放过。好，这就是我们的方式。那下面呢，我们来玩文字游戏，一错一混，精准辨析。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其他关键成员应当参加讨论，这是对的啊，应当讨论。项目组所有成员应当讨论，错了，影帝影后是不用参加的啊。然后第二，专家可根据需要参加讨论，这是对的，应当参加，错了。第三，项目合伙人应当确定向未参与讨论的项目组成员通报哪些事项。注意，项目合伙人来确定，而项目组其他人员、项目经理、专家可以确定。错了，一定是合伙人。第四，在审计的整个过程中交换相关的信息，这是对的，仅在风险评估阶段。错了，我们项目组讨论，你什么时候想开都没问题，什么时候想讨论都没问题，不能说我只在风险评估阶段啊。好，下面我们来看咬文嚼字，入木三分。为什么要采用项目组讨论的形式？
因为本质的原因是我们项目组来做审计工作，往往都是各负责一块儿，都是分工合作的。那我们通过讨论的这种方式，可以互相交换信息，分享见解，这样便于我们全面的了解备审单位。那接着讨论的目的是什么？我刚刚说完哈。第三位，是否所有的成员都应当参与项目组讨论？注意，并不是的。我们刚刚学完，我们的合伙人和其他的关键成员是应当讨论，并非所有。第四，为什么在整个审计过程中都需要进行项目组的讨论？那这里就强调，我们在整个过程都是比较必要的，因为我们审计的基本模式决定了各负责一块，就很容易产生一种信息孤岛的情况，对吧？很容易产生我只负责这一块，我只了解我这一块的信息，那没有从全面以及从整体系统的角度来考虑各种信息，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遗漏一些很重要的事项，有可能我们最终的审计质量无法保证。所以在我们整个审计过程中，项目组讨论都是很必要的。第五，为什么是项目合伙人来确定向未参与讨论的项目组成员通报哪些事项？这点我在前面也说过，因为项目合伙人，第一，他是我们整个项目的最终负责人，他的责任比较重；第二，他的资历比较深，经验比较丰富，他来确定应当通报哪些事项，相对来说通报的会比较全面、有重点、有层次，啊，会交代的比较到位。如果换其他的人，未必有这个高度啊。下面呢，我们来看例题。注册会计师组织项目组内部讨论的目的有：A. 为项目组成员交流和分享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新信息提供基础，这个是不是？这个是的哈。帮助项目组成员了解各自实施审计程序的结果如何影响审计的其他方面，这个是吗？哎，这个当然也是了。我们可以多了解，对吧？第三，分享其根据备审单位了解形成的见解，哎，分享见解没问题。然后，D. 考虑备审单位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误可能性，这个当然也可以。那么这道题 A、B、C、D 都是哈。好，那我们第二节呢学完了，我们本章一共是七节，我们现在的进度是28.57。好，我们本节的知识呢学完了，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回顾。第一，风险评估程序及信息来源，那么这一块是一颗星的，那我们知道一下它的定义是什么？了解备审单位及其环境等方面情况而实施的审计程序。接着呢，我们关注要用到什么样具体的兵器。我们普通的程序是询问、观察、检查和分析程序，而了解内控的时候用到的是穿行测试。注意啊，检观询就是检查、观察、询问，是万金油，哪里都用，但是细节上是有差异的啊。你看，普通程序用的是分析程序，了解内控用的是穿行测试。穿行测试呢，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程序，它是一个组合拳。接着我们看第三，其他的审计程序有询问外部的人员呀，以及获取外部的信息等等。那接着，其他的信息来源有什么呢？我们从承接业务，如我是首次接受委托的时候，我要考虑这个业务能不能接；如果是连续审计的时候，我要考虑我要不要跟他续签。还有，我们从我们提供的其他服务，如我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我提供什么经济责任审计，其他专项审计获取的一些信息，都可以为我们了解备审单位，哎，提供一些基础。接着是我们来看项目组讨论。那么项目组讨论呢，它的必要性，注意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它的目的呢，可以分享见解、共享信息、讨论可能性、考虑影响，为新信息提供基础啊。接着是参与的人员，参与人员一定要重点记一下。项目组的关键成员、合伙人，他是应当参与的，但是所有成员并不是必须参与。然后专家呢，可以根据需要参与。如果跨地区审计的时候呢，重要地区和关键成员要参与，项目合伙人应当确定向未参与讨论的项目组成员通报哪些事项。这里特别要注意，项目合伙人来确定应该通报什么事项，不是我们项目经理，不是我们项目组的成员啊。那接着是我们项目组讨论的内容，我们项目组讨论内容受我们成员的职位、经验还有所需要信息的一个影响。那么项目组具体讨论的内容呢，这一块可以看一下我们教材的内容，熟读一下。万一出现多选题呀，或者说出现这种主观题的时候，能够应对就可以。接着是我们讨论的时间，注意是在整个审计过程中都非常必要。好，那我们这节课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